大事不好，婚礼摄像师张鹏的相机在拍婚礼的时候被熊孩子撞倒了，现在他的相机无法正常使用，所以我要去给他送相机。婚礼仪式还有半个小时开始，时间应该还来得及，从我们家过去最多20分钟。爸爸要出去一下，拜拜。我要出去一下。你出去干嘛？你陪妈妈在家里，你管管你儿子。你要去干嘛？你要跟爸爸一起去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路上要听话。听不听话？听话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好，出发。出发。帮我开门。有小姐姐，先去扔垃圾。小星星很喜欢扔垃圾，她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快，我们上车，快走啊！婚礼要开始了，你还这么慢悠悠，快走！快！上车了，亲爱的，你打算怎么走啊？走金龙山呐，这条路最近。你说什么？歌。要放歌。你打牌子的样子好帅，前面左拐上桥。我知道。你刚刚明明可以冲过去的。哎呀，就骑那么几秒钟吗？安全第一。走，这边怎么封路了？这边被拦住了，上不去。那怎么办？这个路也太窄。在这边掉头，离大车远一点。小星星打鼾的声音好大呀！张鹏来电话了，喂。来了没有噻？来了没有噻？不要急，我们正在路上，你放心好了。好好好好，你快点快点。拜拜。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一辈子就一次。那不一定了。不要瞎说啊！靠右靠右，走右转专用道。闭嘴闭嘴，我最喜欢这条路。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，下个路口左转进西宁二路，听到了吗？知道。小星星睡得好香。哎，你没左转啊？那不是自行吗？我刚跟你说了左转左转。那怎么办？你说你这边有个停车场，靠边停。我们要去的酒店就在这个下面，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要走很远才能掉头，所以我决定把车停在这边，走小路到下面去拿相机。怎么回事？宝宝醒了。好，抱抱抱，爸爸抱。帮我把包拿一下，爸爸给你穿鞋，穿好了自己走。好，抱抱抱抱抱抱。车门锁了吗？锁了，快走吧。那走吧，那你抱着爸爸睡。我们过马路了，前面有一个小门，可以通到东山大道，是这个。你确定？是这边。别车了，我们从这边穿过去，就到了东山大道。来，妈妈抱。这是一条废弃的火车轨道，酒店就在那个方向。张鹏来电话了。Hello。伟哥，你到哪里了？婚礼要开始了，快点噻。我们快到了，大概10分钟。我们在火车轨道。不要催，不要催，我们马上过来。你小心一点。1、2、3。哇，好幸福的一头猪。等等我。哎呀，前面那个小女生要迟到了。你还抱得动吗？真是个乖儿子。抱紧妈妈。爸爸抱，爸爸抱。Yo。 接班成功。看，有个小姐姐。你好。这边下去就是东山大道，我抱着她跑不动啊。嘿嘿，手好酸，抱不动了。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,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'm running. I always. 来吧，哎，你看你妈妈，等等我们。婚礼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新郎就在我们舞台的右侧。快走，快走，亲爱的，接班，接班，抱不动了。好，到下面去，马上就到公路了，下去右拐就是中山大道。我来抱，我来抱。好。翠翠要喝 AD 钙奶，慢一点呢，宝宝。买单了吗？买单了，快走。张鹏又打电话来了，算了，不接了，我抱不动了，现在自己走，我抱不动了。妈妈，你来抱宝宝，我去送相机。ATC， 来不及了，让我喝一口。来不及了，快走。好，走了，张鹏，快快快快快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不谢，跟打仗一样。